我覺得 Lagas 咧應該係紅色，紅色就係好熱情啦，好激烈，但係充滿愛嘅一種顏色，應該好相信愛情，但係又欲拒還迎嘅一個人。首先佢對愛係有好大嘅慾望嘅，我覺得藍與黑第一齊嘅喎。我曾經見過有一隻好靚嘅藍色咧，係好濃郁嘅。在某一個角度的燈光照下去它是一種藍深藍，但在另外一種燈光照下去它又是看下去像一種黑色，就在深藍和黑之間有一種曖昧不定捉摸不到的感覺。 Lagas 的語言都令我覺得它是那種質地，有些深不可測，但是有一點浪漫，但是有一點沉重，但是是令到人家很好想埋去睇真啲嗰種感覺。佢係一個好識講故事嘅人，我諗佢識講故事係因為佢聽好多故事，好願意聽。佢應該係問緊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可唔可以翻轉頭？我哋可唔可以翻轉頭再重寫一次我哋嘅過去咧？我可唔可以翻轉頭再重寫一次我同我最好嘅朋友嘅關係咧？我可唔可以再翻轉頭重寫一次我同我愛人嘅關係咧？可唔可以通過書寫去再創造自己嘅過去咧？愛情故事係一個慾望嚟嘅，最理想嘅愛情故事冇喺呢套戲裡面呢三個人之間發生過，所以佢哋要用佢哋嘅語言，用佢哋嘅行動，一齊去創造他們心目中最想要但是從來沒有發生也不會再發生的愛情故事。一個字 I still 愛就是這麼簡單，但是愛可能後面有一個標點符號的，愛問號，愛感嘆號，愛省略號，那個標點符號都曉有韻味。我覺得千萬不要相信角色跟你說的東西，他們最想說的東西並沒有說出來，這個就是這套戲的發色。